大家好，欢迎收听到网向快报。今日录节目日子是2019年8月27号，呢度有我喺纽西兰嘅易德头样，另外亦都有喺纽西兰嘅社长 Raymond Wong。喂，大家好。系咁啊，加拿大加灿生。诶，大家好。台湾嘅许留山啊。喂，大家好啊。大家好。咁啊，节目开始之前咧，啱听俾个 like， 可以 share 埋啲朋友，最紧要就订阅我哋频道，同埋可以揿一揿 YouTube 上面个钟仔，咁佢有新节目咧就会通知你噶啦。咁啊，继续大家壮大中立模式嘅力量，同埋宣扬我哋嘅理性声音啊！好，呢节翻嚟就有啲趣味嘅。咁啊，我哋讲一样嘢，仲有一样嘢系做咩？又而家新听众未听过，未唔知道我哋嗰、那个红黄绿嗰个 system 点样 work 嘅？而家简单咁解释一下先。哦，好啊，好啊。嗱，我哋嗰啲片咧，每一条前边咧都有一个绿色深深或者黄色圆圈或者红色交叉嘅。咁如果你睇一条黄色圈圈嘅片，你又睇唔到广告嘅话咧，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去揿一条绿色深深嘅片嚟睇。嗯，咁咧就欣赏广告系啊。唔係你睇條片都未聽嘅，咁你最好就聽一條綠色深深嘅，咁咧我哋個廣告收益就會正常翻少少啦，咁亦都即係可以幫到我哋嘅生存啦。係啊，咁如果你睇咗條紅色交叉嘅片，你可以睇曬佢冇問題嘅。紅色交叉睇完，最緊要睇翻一至兩條綠色深深嘅片，但係即係你欣唔欣賞廣告你嘅事，但係我希望你可以睇一條你未聽過嘅綠色深深嘅片。咁咧就因為我哋綠色深深嘅片咧，有好多啲收視都係非常之低嘅。咁但係我哋希望你可以多啲聽我哋唔同嘅節目啦，俾到一個更加廣嘅，即係點講啊？廣嘅視野啦，係啊，俾個唔同嘅視野你睇到，即係香港啊，其他國家而家嘅情況啦。咁啊，即係大家互相交流，仲有一樣嘢，踴躍留言，我哋絕大部分嘅留言都會睇得到嘅。咁有時未必有時間回應，但係咧。盡量都會跟大家保持一個互動的咁啊，暫時係講咁多先，咁啊，飛翻台樣。好啦，咁啊，呢節我哋翻嚟啦，就講下我哋呢個港鐵嘅問題先。喂，琴日啦，前日應該話阿黃碧雲話就批評呢個港鐵係黨鐵喎。其實就唔係淨係佢講嘅，有好多人都講啦，即係林卓廷，其實成個民主派同埋嗰啲暴徒都係咁講。你睇嗰啲港鐵站裏面咧，俾啲暴徒咧都攞啲黑色噴漆咧，都噴到都似係黨鐵嗰啲咁樣啦，都見到嚇。佢哋帶起呢個風潮，鼓動呢個風潮，鼓動風潮造成呢個黑色嘅graffiti 嘅時勢，周街亂咁噴啲塗鴉，黑色塗鴉非常冇品味嚇，寫錯字。係啊，即係其實佢哋我覺得咧，佢哋呢班即係噴友判官咧，即係佢哋。是那個低俗程度呢比我和這個真 BC 兩個芒向低俗孖寶都要低很多個層次因為他們是亂差地噴的他們不單止噴還扔衛生巾啊不要忘記啊是用過了都血跡過是嗎你猜即好像好像吸血殭屍那樣 要茶包來沖嗎即你猜香港人好香港應該沒有吸血殭屍的嘛咁唔緊要，即係講翻正題啦。咁啊，黨鐵啦，咁啊講咗。喂，如果港鐵真係黨鐵，咁啊正喎，真係正喎。我諗到第一樣嘢最正嘅就係點咧？因為佢哋成日喺上水嗰啲，之前喺上水啊、元朗嗰啲地方咩噶嘛，即係有爭執啦嚇，有爭執啦。一跟住就車尾班車車佢哋去紅磡方向嗰邊啦，即係兩邊都係咁啦。即係東鐵就試過一次啦，嚇、啊。咁我覺得可以做樣嘢喎。如果真係黨鐵嘅話，全部車不停站直去呢個紅磡，跟住警察喺嗰度守住，跟住趕曬啲暴徒落車，全部送上一架九廣通，直上廣州。留俾廣州公安同埋或者廣州軍區，而家冇咗廣州軍區，人哋話要南部戰區啊，係啊，係處理呢班部門。如果真係黨鐵嘅話，咪早一早做咗啦。咦，社長可唔可以送去羅湖啊？都可以嘅，羅湖得唔得？係咯，羅湖跟住夾住你哋，唔好搞過去咪得咯。係啊，跟住擁曬你哋過去，係咁揮警棍，揼逼曬你過關，係啦，驅曬條路，驅曬條羅湖橋。嗰度好逼嘅喎，其實嗰度有啲難做到呢樣嘢，即係過關又真係難啲喎。你如果你全部夾曬上去嚇，洗頭列車，黨鐵洗頭列車咁樣。
成车车上中国大陆。系啊，你哋话你哋话咩嘛？你哋话港铁，其实根本就唔系。其实港铁就好照顾嗰班暴徒啦。其实已经，但系仲要俾人屈系港铁啊！即系我系为佢哋不平则鸣啫。如果真系港铁嘅话，喂，每个车厂都可以俾警察守住喺度啦。啲暴徒嘛，全部送晒车厂，喺度喺个车厂度先处理咯。系啊，我觉得港铁有时真系好鬼可恶噶，成日都开埋啲特别班次出嚟咧，我搵啲暴徒走嘅。我唔明点解佢哋要咁做。我嗰阵时咧，就自己有时见到呢啲列车咧，我自己都有个疯狂嘅狂想，就系咧，可唔可以趁呢班暴徒入晒，即系专门呢一格都系暴徒嘅列车啦，咁就行驶途中咧，就喺呢个空气嗰个系统度咧，就放一啲麻醉啲嘅迷魂烟啊，迷魂气体啊，等佢哋咧成班喺度晕晒，跟住到时咧一打开车门，哦，捉晒成班，得唔得咧？都得、啊，如果真系港铁嘅话就得咯，但系而家最惨就系港铁唔系港铁啊嘛。是啊，如果是港铁做，可能做咗啦，系咪啊？系啊，喂，港铁，系你讲，你讲埋先，我都唔记得咗要讲咩，讲先。冇错，咁就港铁嗰度咧，虽然佢讲到好勇武嗰啲咁样啦，但系实际到最后咧，都变咗系帮咗呢个暴徒哦。咁佢就话啦，叫做有机会咧，啲车站啊或者啲列车咧，就会喺未作出事先通知嘅情况下咧，就会关闭噶、哦。但系咧。即是讲就一套做呢就另一套喎、啊、是吧加坦生不是咯。即是老实讲他们班人我不帮你就叫党铁啦。你次次入侵嚟都搞到鸡毛鸭血啦嘛我梗係唔俾你入嚟㗎啦。如果我係党铁你一入嚟即刻暗中整个人面识别你哋成为人面识别咁过瘾咪人面识别你囉。即是、哦、可能你其实好过港铁喎如果真係。吓如果真系挡跳嘅话，咪香港人有福咯。真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分分钟做整条条例啦。如果系挡跳嘅话，你要上车啊，除晒面罩先咯。死尾，可能嗰啲站嗰个站长咧，即系喺嗰个列车控制室嗰个站嘅站长咧，可能咧其实原来系解放军嚟嘅。佢着住嗰个港铁嗰件黄色嘅制服之后咧，然后一换翻咧就系嗰、那个好似国产007嗰个咁啊。那個長官那個金槍人那個這樣啊，等你一入曬車廂就好像那些粵語殘片那些那些機關那樣入了車廂了等我按個掣先那樣噴一些氣出來哇什麼氣來的那些全部女生在哇是好了開心生活每一程啊真的這個港鐵真的等你睡睡好覺你這麼想睡那樣按個掣給你彈哇什麼煙來的七步迷魂煙你真的大王那咁咁党咁即系其实而家佢哋系屈呢个港铁做党铁啦。咁听话唔听话咪屈咯。我觉得呢班部门咧就非常恶啦，即系只要少少唔顺个意咧，佢就屈你系投共啦，屈你系党嘅人啦。其实即系我哋都深受其害啦。即系我、其实有好多节我都有闹共产党噶。即系如果我系党嘅人咧，就咁样闹系就要即系连退休金都冇埋噶啦。即係退休金都要扣一半啦，起碼就算唔係冇曬都嚇、啊。即係仲有一樣嘢喎，香港其實絕大部分嘅市民咧都係息事寧人嘅，所以佢之前搞嗰個阻人翻工運動咧，霸住嗰個地鐵咧，唔俾人上車，唔俾人落車咧，同埋等佢哋冇得閂門咧，其實港鐵係冇嚴肅處理呢個問題嘅，港鐵就哦咁樣啊，咁我全部啲車停曬咪算咯。即其实港铁已经是软手软脚的了，即是完全没有去管理这个系统。那你还要屈他是港铁党铁。那就有个肥仔啦，那是不是看看、那个日子呢，肥仔今天、哦、就走了港铁的总部呢就交这个联署信，那就抗议、这个只有一条去交了，没人声援、哦。那究竟有多少人咁憎港鐵呢？其實我諗都係小貓幾隻啦。咁佢就話啦，咁啊接信咧就唔接啦，跟住掟咗封信入去。咁佢就話啦，唔排除咧就未來一周會發起呢個不合作運動。我心諗，如果香港市民真係咁不滿港鐵，即係變咗黨鐵嘅話，咁仲使乜鬼要發起不合作運動啫？喂，市民自己都會發起唔去搭啦，罷搭港鐵啦。你講到港鐵咁不堪係黨鐵嘅話，冇人支持你嘅呢样嘢，发梦呢班人。
其實港鐵係即係都係好容忍佢哋嗰班暴民，同埋其實好照顧佢哋嘅，即係又唔使俾錢入閘啊，又成都冇拉佢哋嘅。其實即係或者佢哋過難完全唔理啊嗰啲，其實破壞公物又冇揾佢哋收翻錢啊，其實係損害咗港鐵股東嘅利益嘅。但係其實就保護咗嗰班即係後生啲嘅人啦，即係後生啲嘅暴徒啦。因為其實如果真係刑毀啊嗰啲咧，告得入咧係有案底噶嘛，去邊度都唔得噶。你唔可以話我抗爭刑毀喎，冇得咁講喎。唔係良民就唔係良民，攞唔到嗰啲良民證就攞唔到良民證，就唔係你話我因為抗爭就可以移到民噶。呢啲嘢呢支歌仔咧係冇得唱啊？點解咧？就係俾法輪功玩 Q 爛咗呢條移民路就係、是。即系你唔可以，即系走翻呢条死路喎，呢条不生路，不生路嚟噶。即系如果真系党铁嘅话，咁啊党铁都系不生路啦。讲真，成条党铁，你边度有得出翻嚟啊？入咗去你班暴民，即系其实有时要感恩啲咯，唔好因为有少少嘢唔顺你意就屈人哋咯。我觉得，所以咧我。港鐵咧，如果見到佢哋咧，對一對啲暴徒咁呵護咧，我反而覺得佢對良民咧又好殘忍喎。咁我講下少少我自己啦。咁我曾經試過咧，同一個好少少嘅一個小朋友啦，唔知得五六歲咁上下嘅，咁佢搭輕鐵應該都要買飛噶嘛。啊，點知原來佢好衰唔衰？佢張飛咧，我買咗俾佢，佢跟住又唔見咗啦。咁我唔知佢唔見咗啦。跟住啱啱又港鐵啲人嚟查飛啦。跟住佢話：咦，細路你冇買飛喎？跟住又佢。冇拉我啊！啲咁樣，跟住話：喂，你係呢個大人，你幫佢頂咗佢好唔好啊？即係叫我要簽張嘢出嚟，話自己冇買飛，即係罰我錢嗰啲咁樣咯。你睇下啲暴徒啊，唔買飛都可以俾你入閘啊，係咪啊？喂，我啲良民個細路仔唔放過，好慘啊！其實都幾慘。有樣嘢就係欺善怕惡嘅。香港個社會有一個唔好嘅地方，就係、是、好多人都係欺善怕惡嘅。所以而家啲暴徒先至即係咁猖狂啫嘛，其實佢就係講咩啫？就係、是、講港鐵臨線咯。頂，如果你臨線唔屈你做港鐵嘅話，對自己唔住啦。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我係壯大中央力量啊！我係唔小心講過幾次，但係而家我都講到好順口啦。咁啊，又屈我投共係咪啊？因為我臨線，你先屈我投共啫。如果我真係投共，容 Q 咗你啦。所以咧，講乜 Q 嘢啊？嗰啲人話咧，警察又話咩？佢哋係黑警啊，又話佢哋過分使用暴力啊，定點樣啊？喂，你哋夠膽向佢掟磚、向佢掟汽油彈、向佢咁樣用刀吉法，點解啊？喂，其實某程度上警察好臨線嘅喎，非常之臨線啊！因為你知佢唔會用實彈打你啊嘛，係，但佢一用實彈咪跪喺度，彈少少，係啊，彈少少就掹槍噶啦。佢掹咗枪啊，指住啊，都唔惊。争少少万计，基本上呢班人系衰到系点啊？你去撩人，人哋一脚八拳头打你，即刻扮死狗，然之后隔篱嗰啲人屈人啊嘛。目的就系咁啊嘛，话俾人听，其实我好和善噶嘛。但系其实你呢班人遇到比你弱嘅人，比你和善嘅人，你就话凶人啊嘛。呢班系一群流民嚟噶嘛。即系如果真系。你夠膽向啲警察係咁講粗口啊？係咁鬧佢哋嘅啲成嗰啲咩？喂，你知佢唔會因為你講粗口而即刻撳住你嚟打啊嘛？你咪係咁鬧佢咯。你試下向住加燦生，向住馬來錦啊，向住伊藤良司咁樣講粗口翻，或者試下同呢個解放軍啦、啊，係解放軍啊，喺呢度嗰啲鬼佬警察，你講一句，即刻話你襲警啦、啊，真係。然之後兜頭勾啦，講笑，我諗緊喺後巷見嘅咯，依個依班咁嘅人，其實非常可惡啦。佢見你臨線咪屈你咯，佢呢班人最中意係咁噶啦。即係其實而家香港警察都係臨線啫嘛，點解不斷造謠屈警察啊？就係因為香港警察臨線啫嘛。如果真係香港警察真係黑警，喂你哋咁樣玩，你黐線嘅。如果香港警察真係黑警啊！你哋班友就唔敢而家做你哋做紧嘅嘢啦，或者法西斯政府啦，佢哋而家讲，如果真系法西斯政府希特拉吓，咁啊应该你班黑衣人全部入晒呢个集中营咯，过咗好多人。点知乜嘢？你嗰啲议员而家去晒边啊？你啲议员可以企喺中间，即刻话你参与暴动啊？
即刻拉啦！如果警察真系做嘢嘅话，系啊，杀晒个嗰啲咩啦，即系如果真系开枪扫射啦，如果真系法西斯政府嘅话，法兰西西多就有份身，法西斯老实讲，佢哋而家你班人系继续咁逼咧，就真系要逼人哋变做法西斯政府咁对你，你就知死啊你！系啊，唔系佢哋，你系你逼人哋咁样做啊，唔系逼啊！他们洗脑洗人脑洗到癫了，他们不知道原来是洗警察的脑，洗政府的脑，是的，我应该是法西斯政府来的，是的，我真的是黑警来的，做法西斯前次见不是说你大开杀戒的，所以警察千如果真的大开杀戒的话，现在死了几百个那些示威者还说什么大开杀戒乱七八糟，所以不好，警察一定不可以看前次见的 Facebook 啊。如果真系嘅，我覺得如果港鐵真係變黨鐵，香港市民又有好大嘅福分啦。如果香港政府啊真係變咗黨，真係變咗法西斯，呢班暴徒就收咗皮啦。真係如果警察真係黑警，全部嗰啲暴徒拉 Q 曬之後，仲吊住嚟打咯，吊住嚟打啦，唔係仲要喺密室嗰度打添啊，係啊，係當眾去關塔那摩噶啦，即係中國版關塔那摩，唔知喺邊啊。关到喇嘛，关到喇声啊！你开一个乌塔喇嘛应该讲啊，系啦。同埋依家咧，你即系咧，因为你佢知道咧，嗰啲警察有时咧要公关上嘅嘢或者要点样咧，啲文件要好耐先答到你，所以啲有啲开记招咧都要啲时间啦。依家又唔知成日屈嗰个唔知咩边一度山卡拉嗰个石屋定密室嗰啲咧，讲到好似恐惧斗室咁样噶嘛，新屋岭咁啊。新屋岭啊嘛，系啊，话嗰度有强奸，有吊打、毒打，哇，写好多文出嚟。片咯，即系韩国又真系有喎，韩国喺全斗焕时代就真系有喎，就算喺呢个朴正熙嘅年代都系有呢啲嘢嘅。咁但系你唔系，而家香港就从来都冇试过咁差噶嘛，即系就算系港英时代都冇朴正英嗰个时代咁，唔系朴。朴正熙咪朴正熙講錯咗，朴正熙嗰個時代咁差嘛？喂，咁可能係即係好大可能係呢個嘅《蘋果日報》嗰啲記嗰啲黃媒記者咁寫，因為佢哋搞緊個成日睇啊，成日睇嗰幾出逆權戲，同埋其實韓國咧有好多劇集咧都係用呢啲咁嘅嘢嚟做題材嘅。咁而家佢哋咧就幻想香港係咁咯，但係香港從來都冇試過咁差。香港有即係休班警強姦人呢啲有嘅。有休班警偷拍、休班警非禮，全部都有。但是這些事呢全世界都有的，大佬，同埋乜各行各業的人都有做這些事的。但是香港《蘋果日報》呢就從來都是放大警察休班警的問題，同埋咩輔警啊嗰啲咩喺Tinder 度溝女啊，跟住之後又俾嗰個黃色嗰啲女吊咗啊嗰啲咁樣搞嘅，但係。有我同我喺紐西蘭同幾個警察好熟噶嘛，佢同我講話，如果你做警察咧，其實咩女都上得噶啦，基本上咁好啊？知唔知點解？因為其實好多女係會撲埋警察度噶，係咪呢個咩排外差人咁嘅原理啊？係啊，冇錯，絕對係邪排外差人啊！所以嗱，呢度就讲少少啦。不过呢啲咁低俗嘅话题唔好讲啦。我哋下一次揾一节咧，我同低俗孖宝真 B C 就讲下，即系鬼佬警察吓、啊，有即系嗰啲黑历史啊。即系其实外国警察分分钟仲衰过香港警察十倍都有多。咁啊，时间到呢度差唔多啦，休息一阵，等阵再翻嚟。